接电视框。好啦，各位观众，今天我们就来玩我们的看门狗二啦，好不好？那我们上次呢那个涂鸦的任务还没解完，今天我们就来把它解一解。那这之间呢，看看会不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吧。OK， 现在有第二个制高点，要留下五个任务，五个涂鸦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主要的地点在哪里。OK， 好像没有很远，就在我们旁边就一个嘞，这里，我们先去这个好了，从旁边走过来。OK， 我们要来到这里了。就是这里，然后在上面，我们先用我们的无人机来看一下究竟在哪里。OK， here we go。 哦，在这个看板上面哦。那我们要想想看该如何爬上去，这里才是一个重点啊。这边下面可以操纵让它下来，这么高的地方哎，我先看一下旁边这边是不是可以进来。我们来到龙巴德街，今天应该也差不多玩到11点吧，希望我们待会地图两个小时就做得完，做不完就下一趴再做，好吧？看来是要爬房子啦，我们先走到房子这边看看，这边有楼梯，这边有一个楼梯的，那我必须想办法上来这里，稍微看一下，啊，这边也有那种小楼梯耶，哦，这个难，这边有个小洞，这个可以进来吗？这是人家的房子，开台不用钱啊，买游戏要钱而已。然后这边也不能进，距离太远，距离太远，哦，有点难呢。工地往上看，好，待会我看一下。复兴大楼有看到升降梯啊？真假的，我都看不到，你们都看得到。这是起重机耶，这个可以用吗？说不定这台可以哦。哎呦，可以啦！那我先把它放下来，原来是靠这一台哦，我们先把它下降一下。OK 了 ，OK 了。哎，我要进去哎，我要进去。先把它弄上来一点点。好，这样我应该可以进去了吧 ？Yes， 好了，我们可以上来了。耶、yeah, ，麻豆就叫紫蛙龟哈。哦，电波，哈，这样也会死？我一直想说是以前那一台那个。天哪 ，Oh my god！ 好的，然后可以移动了。哦，好酷啊，还蛮高的哦，这个平台这样子，我们就快可以抵达过去那边了。这个真的超需要动脑的，这个部分，还是我们太没脑了。耶、yeah ！结果在这边摔死，很高啊，很高啊！那全部满满的起重机。好了，我们回来，到了 ，We got it， 我们搬到了，太开心了。哦，还可以直接跳啊！果然是跑酷的。OK，Let's、okay, go。这超危险，真的很危险啊，小朋友不要尝试哦。为了涂一幅画，哦，真的是非常辛苦啊。不过起码有进展。好，那我们把上面那个起重机给遥控下，应该就可以了。当当当当当 ，Get down, get down。你也是解很久，真的，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可是这就好玩之处啊，真的。我不能进去吗 ？OK，OK，Let's go。会不会这样要卡死了？应该不会吧？耶、yeah, ，看到大平台啦！回到我们的地方。嘿，呜，帅哦！哦，喝一杯啤酒吧，涂鸦。总算是完成了第二次制高点的五个地方的其中一个五分之一了，我们还有四个要找，好吧？找完这一个部分，什么东西？玩了第一张就不会玩了？为什么？有了 Data Stack， 第二个点 ，Where are you？ 我想去报上次那个赛车任务，这个好吧？这边啤酒广告，啤酒有点远呢。哎呦，这个再摔下去就真的摔死了。这里看起来也是颇高的啊、哦，待会还是一样用这个那个什么，待会还是一样用我们的无人机来看探看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场地需要来画画。哦、oh, ，very high 啊！来看一下这个高度会不会太高？哦、oh, ，那么高哦！我先使住我的无人机 ，Let's go！ 这边啊，啊旁边哦，我讯号断了，好烂哦！这是什么烂无人机？来吧，我来看一下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拿的。这么高哎、欸，我必须来到上面这个。哎呀啊，我看到了啦！我看到了 ，I got it， I got it， it's very easy。我们还是开车过去好了。有时候真的要稍微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样。在这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知道该路哦 ，sorry， 等会条马上弄坏啊。这里。I got it， 这个比较简单，刚那个真的超难呢。怎么又现在不跑步，又跑了。这里，我们先上来这边，然后把上面那个弄下来就可以了。重点是我怎么进去，我必须解开这个地方。又来要解锁，好烦。上面。要用监视器才可以解锁，是不是？好吧，我们找一下监视器。寻找终端机。哎、欸，这边可以进去、欸。看来要派小车车进去了。来吧。OK，Let's go。这是开门口二。好快，好厉害。哎，进来了，解锁，碎啦，太酷了，有没有 ？OK， 先回来，然后刚刚的线路我再看一下，这样有没有成功啦？还是还要再解一次啊？真有吗？哦，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可以操纵了，太好了！耶耶，有要技能配置哦。你说刚刚那台吗？那台好像是买就有了。我们可以上去了 ，very good。我们的第二个五分之二的地图，太帅了，太帅了！这个真的蛮好玩的，涂鸦耶！ Yeah!走吧，我们要去当擦窗工人了。哟呼 ，OK， 准备看美景了，各位。等一下这个又被卡死一次。哟呼，上来喽！有个无人机洞，他我在想，他可能这种解法不单单是只有一种，可能这样也可以。OK， 我们上来了。对，是这里吧？十几公尺哦，这么高哎！摔下去就脆狗狗了，拜拜哦！好，赶快画吧。啊，蓝蓝蓝，摩擦摩擦，擦擦擦，帅！哇塞，旁边就是个桥，超美的。耶、yeah ！我要自拍一下。这边这么美，不自拍对吗？LV 可以换角度，变更姿势。耶、yeah! ！恭喜我们得到，拍一张，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去第三个地方了。第三个地方，我来看一下第三个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我们依序过去好了。然后我们一样用飞的，这样比较快。这里可以快速移动。滑板屋哎、欸、，OK， 哎、欸，可以买滑板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买滑板。如果可以买滑板就酷了，好像只能买衣服，对不对？滑板店不让人家买滑板，什么东西啊？好吧，我们先赶快去那个地方。哎，又有这台车了 ，Noodle， 超有科技感的这种内装，不知道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内装，内装就很阳春的车。这游戏好玩吗？还不错啊。哎，到了，这个比较近哦。一样，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无人机的部分。瀑布车，
在这边啊，绕一下旁边好了。它这里有门吗？这里我记得这边细谷这边是有一台那个起降机的，因为我们上次来解旁边那个吧，还是哪里的，忘记是哪里的。这里要解呢，又要海路，超麻烦。这很像电动车，它应该算。哎呦，啊，我从这边就可以了。我开一台车就可以了哦，这么简单啊！先随便找一台货车，就是你了，就是你了。Watch out！ 上，就是这样，那就不用那么担心了。我们上来了，太好了！这样我应该爬上去吧？拜拜啊，拜拜。这边也可以放那个无人机，那个小车车进去，但是前提是我要上来。哇，居然爬上来，好酷哦！我们先把这边打开，然后使出我们的小遥控车 ，get in， get in。哦，好颠簸，好颠簸。这边吗？我还要再上来，还要再上。OK， 这个距离果然是比那个遥控机好很多。但是这边啊，这边有个哎。哇塞，跳出来了！这也太神了吧！吓到我了，这个居然可以跳这么高！来，把我们解锁一下。OK， 看来夜白玩得很透彻啊。外面刚才有人卖，头有给头刀头，耶、yeah! ！我们可以了 ，We made it， We made it， 我们可以。哎、欸，我刚看一下，哎、欸，是在哪一边啊？这边，超重，又可以下来了，太好了！我可以直接跳过去吗？会不会死掉？我看这样高度，我跳不跳过去？我们来跑酷一下，看可不可以飞过去好了。这应该可以，这应该可以。这是次世代的遥控，跳是哪一个、啊？忘记跳是哪一个。哎，不能跳，我们直接冲就对了。我们先跑步 ，Let's go！ 哦、oh! ，差点就隔壁了，看来是不行的，感觉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不行，这个就做不到了。我们先进来，怎么放弃了步步车？那台小车哦，会啦，还是会喜欢那种小车，我觉得不错。因为我们直接飞，这样比较快。谢谢豪 Queen Jane。OK OK， 我们可以回来了。Yes， 我们画画的地方是不是就在下面呢、啊？在这里对不对？哦，在这里，在这里。OK， 睡啦。我没有玩刺客教条，没有。开门狗三你会买吗？会啊，一代二代都买了，对不对？睡，这里不好看，所以就不拍了。好，我们还有两个地点，我们来看看还有哪里呢？接下来在对岸呢、啊，突然有点远啊，我们直接快速移动比较快。来到当铺了，差好快啊，一定的啊，我里边蛋糕欧阿米哦。Stop， 你刚搞拢了，气罐买，哦，直接搞拢了。你搞聋，真的是怪啊！真的搞聋了。Oh man， 真的给我撞下去，又报警了。只是借一台车这样子。911，我们到了。好啦，我还你，还你，还你。只是借用个几百公尺而已。好，一样招出我们的无人机。Let's go。在哪里啊？我在这边啊。又花在人家家里，哎、欸，警察来了！闪呐、啊！阿妹，我没有车啊！赶快躲进巷子里面，我该跑的时候不跑，现在才要跑。哦，还好没有被发现，谢谢秋伟。哦，错我一个，错我一个。哦 ，scare me，scare me。那一样，我来看一下，该如何？应该是从这边跳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想办法来把这个解开。那这里有个门啊，这边有楼梯，耶、yeah! ！我看到了，这有个楼梯，帅，这样也要耍帅一下。以后会变什么？换机车？那不会被发现，我以为会被发现呢、欸。警察也忙了，这个。这里要解锁，必须找到。哎、欸，这边可以吗？上去吗？上不去的。啊，这边有小洞，这个可以吧？哎、欸，直接进来啊、哦！没有锁门呐、啊。啊，这不是我刚这里吗？看看旁边。啊！我刚看到了，刚看到了。哦，这个好难哦。开板了，开板了，这边啊，哦，各位观众们，你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好晒的呀！啊 ，we got it，we got it，we got it。哎，哎呀，在哪里啊？哪个门？哎、欸、啊，在哪里啊？哦，在这边啊，在这边。流改，流改。升降机那节哪看 ？OK。啊，那那那，来开到差不多11点吧。睡啦 ，Let's go。业障重，我刚没想到啊。唉，老了，老了，老了。耶、yeah, 哦，这个真的很难呢。我相信这个自己一个人在玩的时候，真的没想那么多啊，很猛。那我们现在跑酷过去啊。我助跑一下。哇，帅耶 ！OK， 来到这里了，要换一下人家墙壁，真的是，我是不是跑太远了？好了，第四幅画，对不对？啊，那那那，很像 GTA 有那种感觉了。十一点不能看、啊，不过现在8点而已，我相信我3个小时做得完。OK， 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在哪里呢？在这里啊，在这个部分，好吧？那我们先直接飞来这边，快速移动。哦，这个好高哦，哦，75公尺哎、欸！既然来到这个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夜景，好不好？Very high 啊 ，Very high。Oakland 啊，好烂哦，我这还没到哎、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还最上面那边了啊、哦！哦，这下难了，这下难了。我们再看一下哪里可以爬，或者啊，这边有门，所以这个楼梯是可以让我操控过去的，是不是？可以过来这里再爬上去。哦，所以我现在，哎呦，差点就坠机了。我要先解锁这一边。好，那我想办法进来这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有哪些路线可以让我进来？哦，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真是太瞎了我。如果你有只有100元，想做什么？吃东西。OK。救过，救过，这边应该可以就上去了。这台最好用了，行动的升降梯。OK。说实在，我真的觉得第一个最难。你好，你好。哎呦，哦，搞什么？这样也要吓死人。好，那我们继续往这边爬，应该就有机会爬到最上面了。对呀，对呀。看一下在哪里。在哪里？啊，在这里，这应该可以爬上去吧？帅哦，吼吼，不费吹灰之力，这次我果然是有了前面的4个经验，这次就成功了。来吧 ，CTOS 用一下，我们这就可以过去那个门了。Very good， 耶耶，碎啦！我可以下去了。嘿，前空翻。哎、欸、哎、欸，又把我推出来了。好，那这边可以再爬上去。Oakland， I'm coming， Oakland。然后呢，我爬在这要干嘛？
我好像爬这边好像没什么用、欸。哦，爬跳来这里啊？啊，这不是刚我来的地方吗？啊，难难难，这里还有东西吗？这里可以出去吗？哎，我刚看到有一个哦，这边还可以爬哎、欸。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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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that, I see that。超级跑酷大师，所以啦，我们要离这边又进一步了。Jump， 帅耶！谢谢莫清玄。然后我们再从这边再爬，是不是？哇，好帅啊！快快快快快！哦、oh, ，very good。然后呢，升降机在哪儿？啊，在这边。我们可以让它 down 了，太好了。跳力超好的，刚刚那整个旋转超帅的啦、欸！如果在它下面会不会把我压死？我们试试看，会不会被压死？压、欸、死要重来吗？哦，会死的，会死啊！谢谢阿伦，这原本会完成的事情，结果不小心又失败了，这样应该是可以类似这样的简称吧？好了，我们来看风景啦，奥克兰的北边。奥克北，不会啦，不会，我刚我闪过去，所以不会压到头。好的 ，We are get up。好了，快到了，太帅了，帅到分手了，这个压到分手了，摩擦摩擦。这边感觉没有刚刚那个漂亮，好不好？我们拍一张照吧。Marcus, I'm looking at some of your handiwork. Right fucking on. Thank you, fan club president. Thank you. We getting more followers? Oh yeah. 就是人变多了，我们可以停了。Marcus, 还有第三组哎 ，Oh my god！ 下次再来画了。There's one target you didn't think of that I've been dying to hit. 下次的第三组应该是更高点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哦，在这边哎，然后还有这边也有，好不好？先画个两个点就好了。这样差不多，我们再来拍一下，好不好？外面后面这么漂亮，不拍可惜啦。画面缩放一下，再对个焦，变更个姿势，嘿，耍白痴一下，咔嚓，耶、yep, ，好了。OK， 我们今天看门狗先玩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看门狗。如果喜欢这个看门狗，也可以帮我按个赞、按订阅，随时追踪我的频道，好不好？第一次看好实况，感谢你的收看。